高兴这一边小邓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邓，今年20岁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我的 UID 是 UNG Ray。目前接触 PUBG Mobile 的这款游戏已经接近有2年。那时候第一次打这种比赛啊，我那时候也没有打得很好，所以成绩也没有到很理想。UNG 的公司就找上我，问我要不要试一次当职业，反正也是自己的梦想啊。然后自己也很爱打游戏。然后跟家人沟通了，家人一开始很极力反对啊，后面我就可能就说好，那至少给我一次机会嘛，如果不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乖乖的去念书好了。然后经过这次世界赛拿下冠军，他也开始有点支持我了。之后世界赛的地点是定在马来西亚嘛，然后我家人就说，不如我们过来看你比赛。那我心里就觉得不想要，因为看你过来看比赛，我压力更大。是，所以你是8、9月份加入到 Unicorn Gaming， 但是这也算是没开第一次经历到 Unicorn Gaming 第一次大的一个比较大型的 PUBG M 的比赛。对我来说，我是第一次打那么大型，如果打不好的话，可能我就要被换掉了，因为。基本上这个世界赛如果拿不下来的话，那后面的路就很难走。是，然后我就觉得再怎么样压力怎么大也要打下来。就当初我们从外卡海选打到小组，再到半决赛，再到决赛的时候，到目前决赛的时候是压力最大。那我觉得越有压力，然后我觉得表现会更好。像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们就拿下来冠军。在我身旁的是 AC， 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AC， 今年18岁，来自香港。我的游戏 ID 是 UNG Ultra， 打了这个游戏快1年半吧。我是香港人。香港人。那这一次其实 Unicorn Gaming 他们的这个训练基地是在台湾。那你是年纪那么轻，就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？来打拼吗？对啊，因为这是自己的梦想。那 Unicorn Gaming 是你第一个加入的职业战队吗？对啊，大概跟他们打比赛1个月多吧。哦，1个多月。对。哇，其实你们组成的时间感觉蛮短暂的，而且你也是2个礼拜前才跟他们真的见面打练习。比较紧张吧。所以你这一次在外卡赛区拿到第一名，你有想到自己本身会拿到这样子的成绩吗？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但是在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那个成绩都挺好的，我感觉我们有机会的，只要把自己打好，就可以有机会打到冠军，是去打世界冠军。那你们这一次在秋季 PNCU 的目标是什么？世界冠军。第一名。对，世界冠军。我们这边呢，很高兴可以看到 Coco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我今年20岁，来自彰化。20岁，对，你算是 Unicorn Gaming 里面最为年长的大哥哥吧？对，也算大哥哥。啊，你有在生活上面特别照顾他们吗？也还可以。对，就是有时候他们先睡觉了，我就会帮他们整理外面一些杂物。你一开始接触 PUBG M 待多久？我一开始接触是。因为我们台湾是最近才上市的，今年4月，对，我们都是从陆服过来，之前都是在刺激战场，所以我在刺激战场大概打了1年多，对，然后后来知道台湾即将要推出 PUBG M， 就等到它出来之后，我就转过来这边。那你是为什么后来会加入到 UNG 的？我对这个游戏是很有热情，对，自从上一次的比赛打完之后。打了明星赛 PSC 跟金红认识了，你有打 PSC？ 对，我跟金红是一对，跟他认识之后，后来他是先被找进我们 UNG， 后来他就联络我说，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，然后一起来 UNG， 然后一起打比赛这样，我就说可以，对，后来我就跟他一起过来。那你们这一次PSC 哦。你们那个时候其实，在打外卡赛区的时候，你们是花了多久的练习量一天，还是花了多少努力？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？一开始配合就是非常不好，就是我们会打一些训练赛什么的，就是打到几乎都是前面都是垫底，到后来默契就慢慢有调上来，每
每个人节奏会对到一个人频率，对，然后到后面就越打越顺。其实我很欣赏一些国家队伍，例如是泰国队，我很欣赏他们的打法，因为他们在打法上很多变化，他们是想换一个打法就可以换另外的节奏，他们在换节奏上非常快，所以我非常欣赏他们打法。RIQ， 对，我会从他们的队伍里面多去学习。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支持你的家人朋友们说？很支持他们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支持，很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。真的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，我们可能没办法撑到现在。对，因为我们开直播都会有很多粉丝来帮我们加油，对，希望我们可以打得更好。对，所以我不会让他们失望，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的。好，很高兴这一次呢来到的是 UNG 的队长 Hong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 Hong， 我今年19岁，我游戏 ID 是 UNG Hong。而且上一次我在跟你的访谈当中，其实有聊到一件事情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。那时候我就很希望你还是可以继续打比赛，但没有想到你现在算的是 UNG 的队员，圈子体系的。那时候我们聊到说，其实家人你有到特别的支持，你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去表现自己。但是当时你所在的队伍是 RU Star Team， 你们在 PMCO 并没有晋级到总决赛。对，那你后来为什么又会能够继续踏上电竞这一条路？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之后的故事？跟队友吵啊，然后就大吵，然后吵了又半夜吃饭都在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不完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现在是还有，我就想要再打。好，这一次你运动联名，而且你们是全职体系，上一次你是业余，这一次你是全职，而且你们四个人彼此在一起生活训练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不一样是可以面对面讲话，然后有问题也是就是手机录影片放出来看就好了，对，就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吧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练习时间很充足，对。你们上一次打 PNC 的时候，你觉得世界赛强度如何？跟你自己在打，没有想象那么可怕，没有想象那么可怕，对，就打起来没有想象那么可怕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太大，队员上的紧张程度啊，没有去做它。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到一个点的时候就会突然爆，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就很比较难控制到。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要怎么处理这段事情，对，不要紧张。对，后来还是跟我说要做，没关系，他可以支持，但是要表现出来就好。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让你觉得是你可以一起当队友的伙伴？一个团队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沟通。如果你连沟通都做不了，就跟他一起做。我希望就是四个人都可以边做边做，让你的队友知道你在干嘛，对，或者是你这边的资讯怎么样，就让你的其他三个队友知道，不是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是，对。所以你们的资讯链一定要同步。对，资讯一定要同步。这边谢谢Hong接受我的访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这一次呢是邀请到了 Unicorn Gaming 的四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。大家好，我是 Ryan 小邓。大家好，我是 HC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对，这我们今天要玩比较大的内容哦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会做一些 YouTube 的一个 challenge， 然后呢要让大家来稍微认识一下这些选手们。然后我们一开始会先透过一些比较轻松、简单的方式来进行游戏。那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绝对少数，其实是有点考验说你们本身团队的默契。那这个默契呢是你要知道你队友本身的想法跟思维，然后呢去决定出你等一下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然后呢你觉得是圈还是叉，但是呢只有最少数的那一个人，比如说三个人举圈，一个人举叉，叉的那个人就可以不用受处罚。举圈的那个多数就要受处罚。那我们处罚其实很简单，拍着小手。那我们直接开始游戏了。那麦美根，记得自己的这个圈叉不要让人家看到。好，你不能改哦。我等一下讲三二一的时候就直接举哦。举错就直接打，两只脚都打。请问 Unicorn Gaming Coco 是团队内长得最帅的人吗？哇！那这样的话，小盾、AC、阿红，你们都要插剑了。他插到底哦，他这样没有紧，我感觉有点恐怖啊。
玩乐。对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很好。不好意思，一个人是十八件。哦，轮流唱吧，轮流。四把剑哎，可以，就那个。杀青哦。哇！作弊啊！为什么会是我？哇！哎，然后两个两个对吧？刚好现在是阿龙差了三把，我差了再差一把，小邓两把。好的，我们来到的是 round two。刚刚的默契大考验已经考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考验 Unicorn Gaming 选手们的手速。你只要按下这一个按钮就可以了。每个人先拿一只好。要拔是吧？哎，放掉，先放掉，先放掉。这个游戏是这样子，一亮绿灯马上按，最晚按的那个人就会点，一定要最完美在那一个绿色的时间点。一律是干嘛按？晚按的人就会被点 ，OK 啊 ，OK， 那我们准备开始哦。啊，有点怕。开始 ，Round One。嘿，有点麻，你会点吗？应该是会点的。我是我没点，我也有点麻。没有一点麻，你知道？一点点而已。是是。我没有，我刚刚好像没有调到四，我现在调到很高了。Round Two， Go。你们都没电了？哇，你们都没被电了吗 ？Start。我没被电了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啊。好吧，那这个游戏先这样子好了。你们的反应让我觉得这个游戏开始变得不太有趣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要来进行的是第三回合的这一个。算是拼验考验手速的游戏，因为外面本身的选手的在游戏里面手速都很快了，你们 M6 应该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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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会来玩这一个拍击器，两个人跑阵，它是车轮战，所以你们打到后面的只有一个人不会被拍到，只有一个人是最大的影响。要把下巴放在这边，然后呢开始按，往那边按。如果你这边比较快呢，它就靠近这一边，这边的比较快呢，这拍子就会往那边靠，到后面。手速比较慢的那个人就被打。哦，这样就很好。哦，这样才会爽。好，来，左边的选手 Coco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右边选手小邓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好凉，好，来，两位选手，两位选手，你们先靠边，靠边，好凉哦，很凉哦，等等等之后，等下就好了。来，阿红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完了，哎，快点走，来，再逃，哎，走。欸、走得很快哦，好大一坨，大家速度就很慢，怎么？那坨，大家都看好你耶，小邓，别说了，我只能使出我洪荒之力。我们的游戏规则，记得哦，刚刚那个头是不能闪的哦。左边选手小邓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左边是，我在左手边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画面上右手边的选手，哎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哇，秒杀！恭喜我们这边手速最快的选手小邓，还远呢，小邓，给你个奖励，太小了，不要磨我，很多了，好的，我们这边呢，手速挑战最快的男人就是小邓了，耶！好的，未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Unicorn Gaming 在 PMCO 的表现喽。请继续支持我们 Unicorn Gaming， 我是 Coco， 支持我们哦，我是 Ryan， 支持我们，我是 HD， 大家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